行出去，我好中意嘅一个大露台，同埋我好唔中意嘅西斜。哇，好鬼晒！我哋下一个目标就睇呢个半山一号。咁上面位于何文田长盛街80号，发展商系南丰长实，2009年入伙。哇，啲柱好大，屋苑好大，提供939个单位，实用面积由1107尺去到3297尺嘅屋仔都有。最近嘅地铁站系土瓜湾站，行过去大概7分钟。一号11、12、15，应该系呢度。我哋而家就嚟到半山一号，呢间就属于一个高层嘅单位，实用面积就1592尺，相当大嘅客饭厅。唯一缺点就系太阳真系好晒，呢边就向翻西，但景观好鬼阔。咁我哋一起睇睇，佢入门就双子门啦，然后有一个玄关位，佢嘅门把都几得意，一个弧形嘅。然后呢边就厨房，推入去。呢边就去垃圾房或者放 lift 啦。厨房就分两边工作台面、酒柜啦、炉头啦，然后有啲收纳嘅空间，好早。然后呢边就雪柜啦，另一个水槽啦，咁呢个就 detach 嘅成些嘢。景观就望翻狮子山，呢度就攻入套房。香港地工人真系冇蚊，翻翻嚟，再行出嚟就一个长形嘅客饭厅，哇，好晒。咁呢边就转咗云石啦，佢做咗一个假嘅壁炉啦，一幅漫画奔腾。呢度就有一个厅柜啦，呢边就电视柜、sofa， 都做咗啲 decoration。我最中意嗰样嘢咧，就佢有一个好大嘅露台。呢个露台真系好大，有行出去嘅景观，视野阔嘅，有望住下面啲屋仔啦。高度 OK 嘅，空间都好大，几抵，系可以容纳到五个大学喺呢度望住个西边，成个客饭厅，长腿叔叔，你睇个影。怎样对抗西斜呢？唯一办法就可能是有道理啊！仲有一个天使在度台灯，呢边就走廊位啦。行入嚟就是一个客厅，都是云石面啦，浸浴。呢间就是被太阳暴晒的房，但佢房好大，即系衣柜、书台、床，一个大窗。呢間睡房真係好大，同埋好長。小朋友一個人住咧，真係綽綽有餘啊！呢間上面儲物量、下面書包，呢邊瞓覺，仲有一個更大嘅空間俾佢玩自己嘅遊戲。然後呢邊間房就望另一邊嘅，咁都係一張書台、衣櫃、床啦。望出去呢邊，冇睇得嗰邊，但呢邊就望到少少海，有嗰個圓形嗰嚿。世界级嘅运动场，呢边就是套房，都是云石面咧，用淋浴。呢边就是睡房，都好大。佢用个窗台做咗一个书袋或者化妆袋啦，有张床啦，三边落到床，两个床头柜，呢个就衣柜。然后呢边就望到启德嗰边啦。同埋啟德郵輪嗰邊啦，景觀幾好咯。然後呢度就係世界級嘅球場，嗰邊就嚟緊會買嘅樓盤啦，啟德會買嘅樓盤，啟德七七八八呢度。最嬲尾就睇下間主人房，主人套房就哇，其實佢呢啲位可以整兩個星盤，唔好整一個啊。淋浴啦。浸浴啦，仲有一个坐厕嘅私后空间，位置就几好嘅，不过设备上可以提升少少。咁呢度就成喇多衣柜，基本上有晒位摆，同埋佢衣柜都好深。然后你见到好好阳光，晒死。
呢边仲有一个对流窗啦。基本上你将床睇你摆嘅啫，都系摆中间啦。咁呢个位置可以做其他嘢。咁呢度就系一个书台或者呢个电视嘅地方啦。咁一个窗台位，望出去景观就相当好。唯一样嘢都系晒咯，成间屋就1592尺，咁就睇完噶啦。价钱咧3500万，你觉得值唔值？话我知啦。今日节目就咁多，我系Louis，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